他会全体攻击，你知道吗？啊，都靠双子在混分。干，我觉得这根本在给神转猪玩的吧，这样不太对。对啊，感觉像是给神转猪玩的啊，这逻辑好像不太对。因为吕布的队伍特性真的不太适合现在的神魔的一些关卡了。伤害哪里不行哦？你要晓得我放这两张什么卡牌？你知道要不是刚有人硬把这两张放进去，是差很多的呢。你喜欢吕布可以啦，但是我不能因为，你懂吗？我不能说谎啊。他的相性不好，不是倍率不足，他的相性。等一下再做精密分析吧。你看我做叠珠干嘛？才有办法做出这个 combo。你看这康博数满版呢 ，OK。哦，这时候吕布就很可以了，知道吗？这时候吕布就很可以了。那伤害两亿，你觉得伤害可不可以？两亿哦，你觉得可不可以？我开了两只技能，两亿，你觉得可以还是不可以？右边聊天室觉得可以，帮我按 A； 不可以，帮我按 B， 请投票。我开了两只哦，二十一只啊，不好意思，我想说哦，二十一可以，啊，二十一可以，二十一的话就可以了。我干嘛想选到两亿？妈放屁！二十一啊，不好意思。妈两亿干我傻眼哎！我刚刚两亿，我真以为我刚刚以为这两亿是傻眼。这解板能力不好啦，不是倍率不足的问题。
21可以哦。我们来看一下平砍好不好？平砍，这个是平砍。平砍，哎，可以哦，平砍这样可以哦，平砍可以。就是不是解说能力要讲是也是这样讲没有错、啊，就是靠背这。他这个一整排不是不好，你知道吗？问题他条件要的是要十颗以上，知道吗？对啊，平砍是靠双子的啊，没有是双子跟萨卡，双子加萨卡，不能讲说双子而已，是双子还有萨卡。然后他特性是短CD好，我觉得放成员应该会好用一点。没双子也没最大就差很多了。也爽，妈的，妈的，妈的，鬼脸，干，爽，舒服。我想保持下面是那个状态，你知道吗？因为你了解这队队伍特性之后，保持下面那个状态，然后转不了，有没有？很贱哦，我很聪明，对不对？厉害吧？别台看不到啊！哎呀！哎呀！哎呀！啊！死啊我！死定了！我刚是不是做错事了？我刚是不是做错事了？爽！爽！看来我不使出那一招是不行。号称全神魔之塔最会叠的大人就要出现了。应该被你够吧？啊，够！没有啦，我是故意秀一波叠珠的啦。哎呀，怎么使出来招啦？不要乱，不打错字。哦，有没弄丢？这样就有最大倍率啦，这样他就要去了。1亿差不多啦。可是后面那关怎么打？靠北啊！对啊，后面那关回血。
敢硬打哎、欸，我真的是硬打哎、欸。我转速时间被吃掉了，那技能卡住我了。嗯，要卡我嘞，断心珠。过来，想干嘛？想干嘛？干，这关怎么打？这关怎么打？神转珠子啊！原来要使出我的麒麟臂啊！不是你要叫我使出麒麟臂，你要早讲啊，是不是？你要看麒麟臂，你要讲啊！来吧，一波气刷过去吧。我们今天要试试看看什么叫做人中吕布，马中百姓。来，一波气刷过去。这个有难度，这个蛮难的。我先确认一下。水火木，好妖哦！应该是可以耶，来吧，神魔之塔叠珠小天王要出现了。一波 seven 啊，刷过去啊，刷到长年你看不到啊，对不对？倍率是可以的，说实在话，倍率是可以的。对啊，倍率是可以的，真的，我承认倍率。我讲了倍率啊。然后这个血转也可以哦，我觉得哦，我觉得这个血转可以哦，你们怎么看？哎呦，哦的哦的。嘿，哦，谢谢各位，哇的，厉害吧？可以吧？这倍率可以吧？对对，倍率。